第三个讲题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翱翔天际谈股经论道理。今天11月11号4个一的晚上，是我们第66次的正式直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转发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跟点赞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拉曼拨款的罗生门争议。首先先摆明立场，我从西蒙变天之前到西蒙变天拉曼拨款的争议到现在，我的立场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家可以去找回我的文章，就是政府其实不应该拨款给拉曼，不管是拉曼学院，我们现在讲的拉曼是拉曼学院，不管是国政时代、西蒙时代，还是现在的国盟时代，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很简单，因为拉曼是一个政党操控的独立学府，它并不是政府的官方机构。如果拉曼可以做官方机构，当然政府应该拨款它，但它是独立的，还不用紧，它独立之下它是政党操控，你可以去看它的 Board of Trustee， 就是持有人，一间大学它会有一个 board of trustee 跟一个board of management， 它会有两个，就像公司会有 shareholder 跟 director， board of trustee 就是 shareholder 拥有人持有人，清一色都是马华的人，然后它的管理管理层大概有 30% 是马华的人，然后主席是马华的人，这些之前我写过详细文章分析，我这里就不重复。所以既然是马华的，以前国政时代为什么会给拨款给拉曼学院，其实就是左手给右手啊，他政治基金，他给马华的政治基金，他要给马华一点甜头，要给马华拨款，就拨给拉曼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不只批评拨款给拉曼，拨款给马华合作社，马华之下有一个马华合作社，在国政时代Koperasi Kerjati 他在国政时代是专门 handle 华人的贷款，政府把拨款交给这个合作社，然后你要借钱，你要跟这个合作社借，然后他们会 impose 很多 ridiculous 的条件，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加入马华你要加入马华投票是私人的，所以他不知道你投不投马华，但是他要你加入马华，你加入马华他就可以成立支部，成立支部他就可以党选的时候他就有优势。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绑庄脚的行为，所以不止拨款给马华不应该，拨款给马华这些政党操控的，包括拨款给巫统底下的基金，巫统操控的团体，全部都是不应该的。这是很 clear 的东西。所以我的立场是不应该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现在拉曼拨款罗生门的争议，当然从去年开始林冠英削减拉曼的拨款，从前年开始了，从西蒙执政林冠英做财长就削减拉曼的拨款，然后后来因为抨击声浪太大了林冠英就成立一个校友会，然后拨款给校友会，其实不成立校友会，校友会本来就存在，然后他叫校友会成立一个 trustee， 就是委托基金，然后林冠英拨款给这个基金然后这个基金直接回馈学生，他们的讲法是这样，这个方法也是错误的。你拨款给学生，拨款给这个基金这个基金要怎样去造福学生，基金又不是校方，他也没有校方学生的利益，所以当时我一开始我就说其实也是错的，林冠英只是为了因为他被骂到不行，所以他要找一条出路，他又不愿意拨款给学校，所以他就只能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些骂的人不要骂他，所以减低他的炮火，所以这也是错误的行为，大家要记得。所以你看他拨款了那笔钱给拉曼校友会去管理之后，拉曼校友会也没有把钱花完啊，国盟政府为什么他没有把钱花完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花，然后大家眼睛都在看他，又不能乱花，他又不能吃钱，这个是很肯定的事情，可是他想要造福学生，要拿给学生用，他又没有完整的名单，因为他不是校方啊，他只是一个校友会。什么是校友会？就是我在那里读书，我毕业了，我就可以加入校友会。所以他不参与到学校的管理，也不参与到学校的决策机制里面。他要在学校建一个巴士站，他要在学校买一辆巴士，他都不行。所以钱要怎么花？所以他面对了这个问题。所以正因为这个问题，所以他钱没有花完。结果这笔钱，国盟政府上台之后就把这笔钱收回来了。所以转了一圈，大部分又回到了政府的囊中。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行为，所以得个极致
还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错的还是错的，不要因为你支持林冠英就支持林冠英这个行为，你不支持马华或者是你支持马华，你就抨击哈、哦。我们对事不对人，这点大家要清楚。所以拉曼拨款的争议自西蒙上台就有了，然后今年行动党就抓住这个事情来打，说哎，你们财政预算案才拨款200万给拉曼，你们还不是一样？之前你又骂我们，所以行动党又拉着这个挑起这个事情来打哦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其实行动党这样子也是很荒唐的哦。所以行动党，当你批评政府没有拨款的时候，你的立场到底是应该拨款还是不应该拨款？哦，你自己是有矛盾的哦，要搞清楚你是应该拨款还是不应该拨款。你去炒作这一点，其实本来也是错误的。你最多是抨击他，当家不当权。That's all， 就 end 在那里，而不是挑战公开要拨款什么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要评论的。第二点我要评论的是，大家行动党火力全开批评拉曼的事情跟独中的事情哦。拉曼的事情，魏家祥马上跳出来讲。魏家祥讲什么？我已经跟 Zafru 就是财政部长问过财政部长了，财政部长说有拨出4000万，只是没有写在财政预算案里面罢了。好、哦，然后行动党的支持者就抨击魏家祥说：“哇，你说有就有啊，有没有白纸黑字？有没有录音？挑战你出来，预算案没有，我们没有看到，你是在讲大话，你在讲骗话。哦”哦啊，所以这个是行动党方面的抨击。然后魏家祥在接受了这个抨击之后，他就反击你林冠英之前拨款给拉曼4000万，过后加码到4200万还是4500，也是没有写在财政预算案之内啊。为什么你们双重标准？之前我你林冠英做财长的时候，你没有叫他写在财政预算案里面，你接受；现在没有写在财政预算案里面，你却来骂我。哦、所以魏家祥我第二个要讨论的就是魏家祥这个行为。这个说辞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有合不合理？大家听起来应该觉得很合理哦。哦，对呀、啊，火箭的支持者双重标准，在这里我就站在火箭这边了哈、哦。我们去对事不对人，魏家祥这样子讲是混淆视听的事情。我把拉曼应不应该受到拨款，接受拨款这些放一边哦，就当他应该啦。我的立场是不应该，我现在讲过嘛。现在我们进第二层哦。就当他应该。那魏家祥说你们双重标准这个东西可以成立吗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哦。因为你魏家祥是谁？你魏家祥只是交通部长，你不是财政部长哦。你没有权利批准。所以当你说 Zafru 有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人民或者是作为行动党支持者，抱有迟疑的态度，要你证明绝对是应该的。所以魏家祥，请你证明到底扎夫有没有这样讲过，或者是你要求扎夫讲出来，不一定要白纸黑字。扎夫讲，确实我有答应要拨款四千万，然后会在特别拨款里面。End of the story， 到这里就完了。魏家祥现在说指责行动党双重标准，其实是很奸诈，把球踢回去的一个行为，根本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因为没有双重标准。林冠英说他拨款四千万，是因为林冠英自己是财政部长啊，哦，他是代表财政部在说话，所以他可以一锤定音说我们拨款四千万，在预算案之外拨款四千万给拉曼。你林冠英，哎，你魏家祥什么都不是哦，所以please 魏家祥你搞清楚。我们网民或者是火箭支持者对你的这个质疑是完全 valid 的如果要拨款给拉曼，请白纸黑字写出来，这是第一。不能够白纸黑字写，那财政部长要出来讲话确认这样子的事情啊。你魏家祥你自己是没有权利做出这样子的公布的、哦、所以魏家祥讲的是 bullshit。 所以在这个事情、哦、你看我一下帮马华讲话，一下帮行动党讲话，因为道理就是这样子，世界上没有非黑即白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所说的，看事情不要站在党派的立场，不要用标签的立场，不要说哦你是马华的，你讲的全部都错，你是火箭的，你讲的全部都对，或者是相反，没有，我们对事不对人，就事论事，这是我一直呼吁大家所秉持、所必须要有的态度，好、哦、好，这个拉曼拨款的罗生门争议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罗生门就是在到底有没有拨款这个东西，魏家祥又退回给火箭，
收获见双重标准，自打嘴巴哦，这样子的情况，所以我刚已经做出讲解了啊。第三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现在。